无线娱乐台前主播林子波在2021年举家移民英国，上个月他带埋仔女回香港，第一件事就是拜祭亡妻，还跟李婉华举办见面会。原来他回香港还有一个原因，他说自己到了一间私家医院接受切除口水腺瘤的手术，做手术当日他的手术由原定的3小时增加到8小时，令到手术室外的家人非常紧张。做完手术之后，医生解释口水腺瘤的位置附近被神经线包围，所以令到手术时间增加。他已经平安出院，